法语。我们经常说修行，就连一个发心都很难呐，还不说修行了。能够发心，把所发的心巩固了、坚定了，要好长时间呢，要一万大劫。就是信佛了之后，能够信，把这个信心坚固了，不再退堕了。不信心呐、啊，不信了，信心退退啊。使他不退，把这心住到。一万大劫时间，咱们在人间的时间算，没法算，经过时间很长了，很长了。经过这个时间再发心，这叫发菩提心。我们现在相似的，无所缘念的三宝井，警戒相嘛，原念的三宝。因为学过佛的教授了，知道一切世间相属于真谛，无所要发心取相那个真谛，有这两种警戒。熟谛呢，是要一些事，叫事法界。咱们所缘念的真解，那叫理法界。世间的境界跟那理法界两个融通了。怎么融通的呢？我们所缘的境界是真谛和熟谛，能缘的是什么呢？大悲心和智慧。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悲和智、真谛和熟谛的解，把它融合，不起分别了。大悲心即是智慧，智慧即是大悲。那世间相就是真实，就是一真法界，合起来为一法界。有时候要本体说，有要体上说起的用说。达到这样子了，悲和智没有分别了，是子和井，咱们的智慧跟着生活一天的这外边这世俗的这些缘统统合而为一，合成到一真法界。这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本体，本体一发心一住，出住的住，发心呐、啊，实信满心了，满了就是，说是信已经入位了，这就满了，就是信心再不会退堕了，这个时候再发心，出住就发心住。
住是指着说不退信心了，信心成就了。说到住一定有处，住到什么地方啊？住在五台山吗？住在燕能山吗？不是这个啊，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佛家。佛家，住佛的，佛的家。佛的家是什么家呢？就是一真法界，上来所说的悲字、景字、名气的，都是究竟的佛国了。现在还没到，只是住的如来家，不再退心了。什么住的家？心。什么心呢？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为体，这个体跟佛所证的究竟的离体是一个，住在体上，要住如来家了。主人家的这个家呢，就是体。这体是什么呢？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体。菩提心是总说，要他业，要他的事业，可以分成三种，昨天咱们聊聊说一下子，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。直心就是我们经常说，直心正念真如，观自己的法性。我跟我们修禅宗的道友。有时谈起来，对，他修可是明心见性，那性是什么？直心正念真如，是直心，直心正念真如法。第二种是身心，身心呢是修一切诸善，就是佛所说的诸善奉行。要修一切诸善行，快快乐乐，心要去求，这叫身心。三者是大悲心，救护一切的苦众生，救众生，没有减灾的了，一切。没有冤亲债主，不起这个分别。我是我仇家杀害我的，或者杀害我父母的，杀害我六亲眷属的，这是仇家。大悲心就救度这些个冤亲，不分，不能分冤分亲，要平等平等。这种具足这种三种心，叫发菩提心。那有时候我们经常的，我们每位道友都会知道，不论学大小啊，国际上啊，哪个国家的佛教徒都知道要发这三心，发菩提心。发没发？不说住了，不说过程了，现在我们发没发？这三心我们发了几个心？三种有一个都可以，一个就记住三个，有一个必须记住那两个。执行正念之后，就发明本觉性。跟佛无二无别的那个心，那叫什么呢？叫本觉的智慧。那修一切诸善法，那叫诸佛成就之后
就是无漏的恒河沙数性功德。那么救护一些苦众生，这也是恒河沙性功德。这叫性功德了，是没分别的，没有一个我能救护一些众生，一些众生是我所救护的，有能有所不叫菩提心，要无能所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你发的心是真如，是本觉的智慧，所作所具所要度一些众生的积累的一些善业，还是本觉智慧的。那这样就说到说没有个能度者，也没有个被度者。能度的他的本觉智，跟所度的他性具的本着智是一个。这三个心呢，对，就是一个。咱们现在讲入菩萨位住持住的初住，发了这样的这三种的合而为一的，这叫菩提心。那这个心怎么发起的？是经过他信佛之后行一万大劫成就的。所以从初住到实行到实回向，这三十心中间是有次第的，这个次第的不是距离很长的，初发心人佛都成了嘛，就具足三十心了，三十心。住了之后，而后他的身心增长，还要修行啊，要积业助善恨啊，要度苦众生啊，要观自己的真如念呐、啊，不失念呐、啊，这叫行，行就是修行了，运动了，在修行要积业助善法的时候，你得有大悲心呢，大悲心就是十回向，十回向就增长大悲，这三心就分三个位置，住、行、相。但是他所要达到的目的，就是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自身呢有究竟得成佛果。这三贤位的从初住到十回向，三十位，三十位就分啊，正念真如的时候平等的，一开始时候住如来家正念真如，实行就要行的要几些诸善法了，十回向就发大愿了，就一切苦众生。等到十地菩萨出发心时候，他就决定了，他是翻过来了。怎么翻的呢？以第三个大悲为首，就是大悲愿力为首了。因此在这个初地菩萨再发心，再发菩提心，他不起这三个的分别念了，没有了，三即是一。为什么说一登上初住了，他就再不退住如来家？那这个菩提心是通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凡夫
信还没记住，你发的菩提心也是一样的，也不能坚持，不能行。发了心呐，对，进进退退，今天发了，明天就忘了；早晨发了，下午就忘了。发了而不去做，不能固定坚定。哎，登地了菩萨啊，他发着心之后，他是本来具足的，就是他本分的事儿。对，住如来家就是住的菩提心家，而住觉道的家。因为有说住处，就实住的要有住处，住如来家，家就是家住的意思了。这个家呀、非常广大，也是住法界家。住的是殊胜，不思一处。我们怎么样正念真如呢？再把这三心从头说啊。真如就是离法界，甚深广大，一切凡夫所有的善业，一切二禅所有的真理都不是真的。只要你修真的，执行正念真如，也没有磕头，也没有礼拜，也没有做其他的善事，就是这么一个心念，你则行正念真如，就是念这个一真法界，不是口，是你心里的关照，直接进入深法界了，深深法界了，这就是一发心就胜过凡夫，胜过一切其他的人，做好多善事都没你发心的功德大，超过二乘。要么经常说吧，声闻缘觉阿罗汉。那菩萨要修行要深心，有修行吗？要起一切诸善心，不以善小而不为，哪管一滴滴的小善。这个咱们回归咱们上一篇，文殊师父、文殊师利菩萨叫什么的净恒篇，乃至一举一动发那140愿呢，一举一动发愿，一发愿时候，那就包括无边形象。可能大家不限，发个心，例如上厕所，入厕的时候，大小便时，当愿众生，弃贪痴，弃贪嗔痴，宣出罪法，就是寡妇上厕所这个愿，你发没发？这个愿是不是跟这三心结合？这个愿就是三心呢。连你入厕的时候都依着如来的教导，依着佛教导，文殊菩萨教导，但那个时候都当愿众生，这就是大悲心呢。别受苦了，让他成佛，别把贪嗔痴还保留，把贪嗔痴弃掉。如果你一篇那140愿菩提道，你都这么念，比你一天磕10000个头还有用处。就是你信不信就是了，那叫清净梵行。将来讲梵行品呢，没有这些名词了，他就直接入理，直接正念真如。这同于理法界。菩萨所有的这些横向横门呢、只是法门说的啊，
不是所有表现的，面面都不是，大悲利众生，这叫身心呐、啊，身心。至于正念之中呢，我们可以说，念念不忘成佛。身心呢，说念念不忘救度众生苦。因此，这甚深广大。三仙，三个仙啊，一个正念真容，一个药机助善法，一个普利一切众生，无奈的呀，一集聚三，聚一就聚住三了，同时圆融法界。与虚空等，说发了菩提心了，住的地方就住到这么个地方。有上来所讲这个，这叫菩萨住处，这就是如来家。知心正念如如，要其助善法，救度一切众生。如来家就是这个。住佛家，所以住处不产生缺药的心，胆怯需要，很缺药的。菩萨所住的，就是发心这个菩萨所住的，就是佛所住的，佛就住的。这个住是无住的住，这叫佛家。这样解释呢，是佛的家就是发大菩提心，大菩提心就是佛的家，住在佛的家就住在大菩提心上发菩提心。真如正知心正念，悲愿利益众生，说到究竟，为佛与佛乃能住，出发发心住的菩萨，他叫相似住，不是真实住。登地的菩萨能住，但是一份一份的，不是全住，所以到十地满了才能住。法会菩萨说，看经文啊，比菩萨住，我今当说，说这十住菩萨的他这个住，我现在就给大家说。法会菩萨就对着法会那些说，这是他从三昧起，他入那三昧，就是三心菩提心的三昧。他现在要说呢，还是说这法，说什么法呢？菩萨住，我要说个菩萨住，住什么？大菩提心。总说是这样的，没有分开说。菩萨住，我今当说，解释这八个字啊，解释这八个字，什么叫菩萨？先解释菩萨的名。现在不是说法会菩萨入了三昧了吗？为什么要入三昧？什么意思？这个三昧所产生的力量。第四个，前文说十方诸佛都现他面前，那个十方诸佛是微尘数世界之外的，那个另外的其外的那个十方诸佛，那十方诸佛来到他面前的都叫法会，
同名同号发挥。用十方诸佛现在前的与法会菩萨同号，同时呢，十方诸佛就是法会佛诸佛啊，都共加加持法会菩萨，让他说这个法门。他分这十科了，第六毗卢遮那如来，往昔所发的愿，跟现在法会菩萨所发结合了，所以法会菩萨能入菩萨自善根的力三昧，这不是入三昧吗？就是这样加持力。什么因缘入定？您十方诸佛给他的是十力字，给他十字，法会从定起说十住法门，标这么十科，解释前文的，一个是菩萨名，一个名入三昧的意义，第三名三昧的力量，第四。那十方佛现在法会前与他同名同号，那么这所来的十方佛大家共力来加持十佛的力量，共加十方佛的力量，本土法主毗卢遮那如来往昔的愿力已入世，加倍法会菩萨，法会菩萨他自己的修行力量，他自己所证得的，所以他能入这个三昧，要解释他入定的因缘，要明十方诸佛与十力字十字，你看法会菩萨出定了演说十住法门，我们现在就解释这八句话，八句话。那么这八句话就在这十种含义里头，一个是不是标十个题目吗？是菩萨名。十信位的菩萨，指明他一个信心。相信自己的心，是以信为首的。那么十住位的菩萨，他信心满足了，满足了，能够住在佛的智慧家，那就说他有了智慧了。和法会同名为会，就是他的名字都叫法会。都是佛的知见，所以同名法会，有这种会智慧力量了。入三昧的含义呢，就是入了实心位了，实心位满了，生灭心在信位当中还是一个生灭心，相信自己的心，所有过去的分别就是这个分别心，就是妄心，妄即是真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居住这个心，就是我们在妄中所知的心，与佛的根本字无二无别，就是前头文殊师利菩萨所来的世界的不动智佛，也能非为心，
以孩子作证，就是不动之佛。但是呢，没有方便三脉，因为体还不明，没起作用。在前头十诸位的菩萨，他现在体明了，入住了，发了菩提心了，跟十信位的不同。十信位还没入法六，没入法性呢，还不能进入法性呢。十诸位就住了，住在法性家里。说明三昧的意思，三昧的意思嘛，就是生昧心，因为信解，信解而入诸位，以方便的三昧，信成就了，以方便三昧进入自己的无生灭的智慧。从信而能修，修的时候就信入了。入三昧呢，就是打他一界的眼睛，那是一个攀缘心。现在是真字，以真的智慧显现了，显现了就是入了三昧了。以这个智慧能入三昧，什么叫三？三就正，咱十二都是三宝三菩提吗？那个三，三说三都叫正，昧呢就是定。三昧简单说有华严，就是正定。正定呢，没有昏沉，没有掉举，就是散乱心。昏沉叫沉昏，你搭到坐下睡着了，丁老婆正在这坐着呢，思维修，兄弟散乱胡思乱想，无边境界的缘都入了，这些个都没有了，这叫正定。正定，所以这无量三昧，无量三昧说正定含的意思，无量的方便善巧，善巧。修空观的而没有智慧的话，他生不起大悲大智，他沉浸于寂灭，以寂灭为快乐。这是四禅天呢，每禅都有禅境啊，人间的寂定啊，那不叫三昧，不是正定的。那个禅昧是习的，只习的昔日思虑而得的，那就是只习生灭而入定的，那个定是生为缘觉的禅昧。说厌恨世间，对着一切世间法，离苦得乐，那现在这个方便禅昧不是了。与那个三昧不同，他为了除一些众生，迷了他自己的自性的法界本体。因为为这个五欲情感而升起造作心，有这个造作心，失去他本来智慧，把他根本的定体使掉了，
所以要把这个妄情去掉，去掉呢叫种种方便法，你们说吗？从真而起的方便，不可真外另有方便，这样呢来难力得的定，这叫方便定，这叫方便定。一切万法是本来也无作，无作嘛就是寂静意，一切法无作，也无愿，无愿无作入了般若的空解脱门，这是三昧，知道万法无作，本来自己本具足的，本具足的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具足无作的智慧，但是不显现了，没有利用啊，那叫方便，方便就是修，就是佛所教授的方法，天人外道啊，小乘、中乘、大乘啊，三乘的因果呀、都有所作，都有所作。所以他就不能入这种的华严一乘的法门，无住无作印性法门，印持自己的自性，因这个生的智慧，这叫成真法界的智慧，一真法界，那与一些众生前所现的那个体，那个体是无相无来无作，虽然也现一些三世的业果，但是他不住三世，就是不住的意思，靠什么力量不住呢？三昧智慧，用他的法界的理、法界的智慧来运作修行心厌的法，心法的离体，这种三昧的力量，那这种三昧的力量呢，其力有五，有五种，定体是清净的，遍周十方定中所显现的智慧，同与佛力齐等，他的定能图与佛身名号现前，有这种力量，如这种三昧定能契合佛的之见，得诸佛共同加持的力量，定能生如来家，为真佛子诸佛的智慧力，就是法会菩萨入这个定啊。说这个十住法门，这个定体呢能够把一切的欲结除掉，欲遍周遍，周遍十方，以此这个无作的定的体产生一种智慧，这种智慧能够清净一些妄，入定的当中把你的身和心同与虚空，这遍周虚空法界定的体啊，
咱每个人都具足的，咱这个法体跟佛无二无别的法体，让我定不下来，它体不显现，要定下来了，体显现了，跟法会菩萨等觉菩萨了。现在还没这个力量，没这个力量我们懂得了，我们要去修，发菩提心，将来我们也能得到，得到这个病，他的智慧，同于佛力，能够产生，不假分别，不假作业，那叫无作无相无为，无作无相无为，这叫什么呢？自然会，法体本具足的智慧。一切众生都具足如来智慧的德相，不假修正，何劳恳起？这其他的经论上说的啊。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起作用，什么原因呢？迷了，迷了的本相，这种道理啊，我们给我讲个方便来显示。人很清醒的，你看他一帮喝酒的啊，喝酒的，坐那儿喝酒的时候都很清醒的，咱一会儿喝醉了，不清醒了，胡说乱说什么的，走，为啥？迷了，就是妄中之妄，是迷了，或者吃一种药力迷了，或者病苦折磨的，发高烧，胡说。迷了，这个迷了，还是把这个妄都迷了，何况咱们对真呢？入这个定啊，能够显现你的智慧，跟佛力同的，跟佛一样的，一切众生都具足这种智言的智慧。现在迷了，迷了井了。起了情了，不过在这人间和表露经常啊说人这个人有正义感有感情，在佛教可反对这个，这个感情是迷的根本了，不是好东西，情不是智啊，智慧就不同了，那你有情没得智慧了，失掉智慧了。咱们经常说人，说干什么事啊？说你理智一点，不要感情入事。说的很好听，他就说话时候，他就在感情入事。叫人家理智一点，不要感情入事。他在说这个话，他就是感情入事，就没有理智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们虽然具足了自然的智慧，跟佛无二无别，迷境情起，把现前境界迷了，所起都是情。一有情了，攀缘无欲，本来无障的，自心起自障，要堕了就叫众生了。那这种定，同佛身相名号现前力，所以法会菩萨那么多的法会诸佛，同名同号，这是显什么呢？显那个法身的本身的自身清净无为，一切诸佛的法身智慧啊合了，所以十千诸佛。乃至佛刹微神树那诸佛同名法会都现在法会菩萨定前，因为什么呢？智慧趣慧，智慧诸佛的智慧跟法会的智慧契合，法会的知见同佛的知见，所以诸佛跟他
同名名为法会。孟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20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：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传真03989-8787，03989-8787。据10月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日期4月19日星期二，时间上午8点半。佛学讲座暨佛前大供，下午1点半大悲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地点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诸三长老、各位法师、各位菩萨、各位信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首先感谢生命电视台，让我有这个机会，透过电视台的网络平台，来向大家祝福新的一年。那同时也在这里跟各位报告，墨学是在台北龙云寺，在107年接任了龙云寺之后，那因为龙云寺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，是在过去贤顿老和尚。那贤顿老和尚在他的年代是跟白胜长老一起在台湾佛教奉献付出。那贤顿老和尚呢，本来在民国56年就有心要重建龙云寺，但因为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，因此一直延误到现在。那墨学明来
在接任龙云寺之后，也真的看到龙云寺我们的僧众年纪都很大，在这个空间条件都非常差的情况之下，感觉非常非常的辛苦，那也很老旧。那为了能够重建呢，就配合政府的围绕都更，我们非常庆幸三宝的加持，大家的帮忙之下，我们已经取得了围绕都更的重建计划，也取得了建造，我们已经准备要开工。那当然在这段时间物价波动，那经费呢非常的庞大。那在此透过网络电视台来向各位法师向各位信众联流，来请求大家来护持龙云寺，来赞助龙云寺的重建。龙云寺的重建将来是在台北市一个都会区的道场，希望透过十方信众还有各位法师的加持，让我们的经费能够更充足，让龙云寺的重建能够早日的完成。因为现在在法规上取得了建造，我们龙云寺呢必须在31个月，也就是2年半的时间要必须完成。但是因为物价波动特别的大，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那在此呢，透过我们神明电视台给我这个机会，来向大家说明，来向各位诸三长老法师来报告，也来祈求大家来帮忙我们龙云寺，让龙云寺的重建早日完成，让我们的僧众，让我们的信众都能够在龙云寺好好的用功办道。在此默学，再次的来恳请十方信众还有我们诸三长老来给我帮忙，来给我加持，来给我们这个在经费上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确实在这段时间阿伯也很多了，因为中间龙云寺已经拆除了，但现在要重建也势必要完成，但是确实经费真欠款，希望各位信众跟我们斗三工，让我们早一日完成龙云寺的重建。在这再次感谢各位法师、各位莲友的扶持，感谢各位，祝大家法力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在华人地区比较不会有这种困扰，对素食者的界定很清楚。可是在国外的素食运动，为了接引食肉众生，对其他形式的吃素也挂上 vegetarian 名词，这是一种方便。一般偶尔吃素可分为三类：一、半素食。半素食是一种术语，源自地中海半素食的饮食文化，这个词没有确切的定义，通常是指以蔬果为主的饮食，但同时吃肉或偶尔为之。半素食的饮食主要包括谷物、面食、蔬果、乳酪、橄榄油、少量的鱼或鸡肉，但避免红肉，以减少心脏疾病。在美国只有红肉不吃，其他食物都可以吃。二、部分素食，这是偶尔素食的主要类型。例如在欧美有些国家或其他地方，每周会推行无肉日一天。在台湾民间
上行早餐吃素，午餐及晚餐则可以吃荤。也有的人只有在农历初一及十五的早餐吃素。这类吃素动机常是因为想改变清淡口味，或是由于健康、减肥或美容等因素，偶尔素食不是真正的素食，因为没有改变吃肉的习惯。就像在台湾，佛道未分的信众常常有吃斋的习惯，但不是素食者。三，弹性素食，不可讳言的，想要那些长期习惯食肉的人，一下子就改成素食者，确实不容易。这也是许多人会采行弹性素食，而不是全素饮食的原因之一。然而，这些人会体会到素食的利益，并逐渐习惯无肉饮食之后，相信假以时日，他们也会成为素食者。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